먹어. 这么看太过瘾了，太香了。这一般有何蛋壳感想？ 这个留给我老弟，你们外卖的时候问他不饿，但我也不能吃。后来他说不好吃，这个炸串的酱是甜辣的，他不喜欢。这个也分他一半，其实是不太好炸，我觉得吃的太慢了，满满的几滴情。 胖子。